pussy in a dollar bin. Guess you forgot your galana bin. Can't get it loose, get your guts, got your tongue again. Rope burn on your hand, are you numb yet? Back and go, on a trip out of Texas. That's what you say. By your side, the run of their lives, watching you cry for me. Get on your knees, apologize, please. Now, why don't you die for me? Call me the king, ruler of things. Give me that diamond ring. Get on your knees, apologize, please. Now, why don't you die for me? I can go on a trip and it takes you. Late at night, I can deal with it. Hello， 王大。Hello， 你好。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了。超屌的 K6 已经卖掉了，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现在换这个叫做三代的 Fit。因为我看你的样子，其实跟我们在台湾看到的 Fit 其实不太一样。跟台湾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好，从车头开始看。第一个就是 Spon 引擎盖嘛。哦，然后日规大灯。哎 ，Spon 引擎盖，我们这次等多久？你上次 K6 跟我说要等超久，对不对？对 ，Spon 引擎盖，我这次大概等3个月。它也是受注之后才生产。没错没错，受注生产。现在都这样哦。这个 Spon 的产品就没办法都是这样。对，一定要等。然后头灯也是日规，对不对？对，头灯是日规头灯。这个我刚刚有看一下，因为我看不到灯泡的位置，所以它是 LED 的 ，LED 的头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台规没有，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哦，水箱罩也是，水箱罩是无线的。哦，它跟上一代其实也很像，对不对？就是水箱罩的部分，就是它这个灰色是无线有出黑色跟灰色的，让人家选择。哦，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就可以选。对，那我就定那个灰色的。哦，嘿嘿嘿。logo 是不是也怪怪？我看 logo 也怪怪。对，这个是水晶标。我们从这边看哦，它是埋在里面的。对 对。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到，它是一般我们台规是浮在外面的。没错没错，它日规 RS 的。哦 ，RS 的 logo。没错。那你保杆是不是也好像长得不一样？对对对。这个是改装吗？还是？保杆是美规的保杆。哦，美规的保杆，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它长，那它的那个，它这一块，哦，这颜色原本就是全黑的。这个我也是把它烤成黑的啦。哦，这样子整个气坝看起来比较一体感。啊，这个嘞，这个下巴。下巴也是美规的下巴。哦，这个部分也是烤的嘛？后来烤的。对，不是，这个部分是来的时候就这个颜色。哦，黑红配。对对对对对。雾灯。有雾灯可以看得到，它有点蓝蓝的。对对对对，是日规的雾灯。哦，日规的雾灯是蓝色。所以它打出来是蓝蓝的，打出来是白光。可以再看一下水箱罩，超漂亮的。它整个搭起来之后，就是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没错，整个质感跟台规的其实差很多呢。差很多哈。对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先从上面看啊，这也是无线的，对不对？对，无线的。哎，这个我有问题哦。它是整组这样卖，还是卖这个壳啊？它是只有卖壳啦。啊，然后这个我是烤红的，因为它行路上面是红色的。哦，所以原本的话就是整个。我们不烤的话，盖下来这边是白的，对不对？对，是白的，是白的。哦，所以把它烤成红色。没错，没错。哦，难怪，超感觉是不太一样。整台车搭起来的话，就是红色会有点缀。对对对对对。侧裙的话呢？侧裙也是无限的。这个侧裙，来看这边就是好。台湾有开一些无限的侧裙，那这边的话就是多一块出来，然后这边会锁螺丝。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对，它现在是合的，对不对？对对对对。那台制的话，会把这边包起来，对对对对，多起来，包在扣在这边，然后再钻洞进去。对对对对对。它是为了扣，让它密合。对，没错。那我们日规要怎么合啊？它是锁，它是有溜啊，是不是？它
它的溜啊在下面的部分。哦，就是正常原厂的做法啦。对 对。就是锁在车台的那个预留孔的溜啊的地方。没错。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轮框，这个位置看可以看得到，它是很刚好，然后到后面来，这是什么规格啊？轮圈是18寸8J ET43。哦，这个规格是 fit 是刚好，因为我看它这个位置看一下，大概就是完全。切平，然后再一点点就符合我们台湾的验证法规。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都是以原厂为第一优先考量啊。可是有问题哦。哎，我现在看到它是五孔哎。对，我就已经改五孔了。这个它改五孔是改日规的底盘吗？还是？就是八代喜美的底盘，八代喜美的哈姆啦，这样讲比较快。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八代喜美的碟盘，然后八代喜美的卡钳。对哦，碟盘，等一下，我刚忘记拍到这个。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碟盘哦，碟刹的地方是 fit 原本后面是鼓的，对不对？对，是鼓刹。哦，所以这后面整个后面是移植八代。没错，没错，开归八代就可以。没错，没错。哦，那前面你有跟我说要车那个什么？前面要车。车那个轴心是？对对对对，车轴心的部分，反正就是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需要修改。修改。对对对，这样就好。那 Spoon 的卡钳是？哎，这个是 Spoon 的大卡钳。对，我刚看到超大一颗的。对，是 S2000 用的。年轻用哎。丢。那变狗骨头，我们要另外再对去人家洗嘛？没错没错。避震器的话，我们先用 Team。避震器用 Team 的 Momo Sports 的版本。雨窗这边也是。对。这个也是无线的行李窗，它的整个密合度跟它的设计的感觉好像就是跟我们台湾看到的不太一样啊。没错没错，这个很好啊，它好像跟着车体的线条在走。对对对对对。好，到后面这边，这个也是，这个是无线的尾翼盖。哦，尾翼盖。对，这个是 RS 的尾翼。那这一颗对不对？对，这个是 RS 多出来的部分，这一节。没错没错。它需要挖洞吗？它需要挖洞的地方在这边，这两个点要挖洞。哦，所以我们车台上是不用动的，对不对？车台不用动。然后这个也是无线的中巴，这个是用粘的，是不是？这里有固定啊。哦，它有固定的地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那时候选灰色。对，选灰色。然后尾灯也怪怪的，整台车都怪怪的。对啊，尾灯是日规的尾灯啊。这个尾灯的话，我是又其他地方就是买了线。对，因为台规装日规的尾灯哈，就是说，因为这个立柱灯的部分台规不会亮，这个日规的会亮，所以这个要另外牵线啊，所以我就另外买线组，哦，专用的线上来，对对对对对，哦，日规的线组，对，所以我就没有剪线，不用破坏了，不用破坏，不用破坏，后保也是怪怪，后保是美规的后保。它比较凸，对不对？对，比较凸。这样可以看这个位置看得到。它的下面那个下扰流之类的那种东西也是原本的配置。对，原本的配置。然后还有一个很屌，你的内装比外观还要屌。没有。内装也是。内装是下功夫的内装哎，所以垃圾棒是原厂的。对，原厂。然后再来就是上面那个三环表座。三环表座呢，是我去开模的。那个是 3D 列印出来的。就是我就。这个出风口有没有齁，就是先 3D 扫描这个出风口的弧度，然后再画图，然后最后再 3D 列印出来。哦，画，所以这么贴是因为这个的关系。没错没错，100%的吻合。这个四兽都没有套件是不是？没有套件，左架才有套件呐。左架是朝副驾。对啊。这位置就朝。对啊对啊对对对。OK。没错。然后再来是椅子，也是，这是谁的椅子？那个 FN2 的。Type R 的椅子，哦 ，Type R 的椅子，对，没错。这个椅子的玄机哈，就是在于说这个脚架的部分呐、啊。这看起来就是原厂啊。对 对，因为我把 Fit 的脚架砍掉，然后锁上这个滑槽，所以说就是原厂的脚架。就看起来对，原厂的这个扣子直接锁上去，没错，感觉好像原厂在坐的椅子。没错没错 ，FN2 的椅子。对，然后方向盘是 Spoon 的，对。对，方向盘是 Spoon 的。然后那个叫什么？我们叫做什么快捷键那个东西，也是移植下来。对，那个是 WB 的。哦，那个是有个套件的，对。对，有一个套件。哦，我看最近好像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在烦恼，就是有这种键的车要改赛车方向盘的时候。对，没错没错。哦，这个还有这个，摄像头。
对，没错。胖头看起来像完全的纯手牌的。没错没错。这个我有看你的 FB 也是花了不少时间。也是花了不少时间用。对，不太像我们以前一样就包个皮套的。不是不是不是，它是完全仿照我们制牌的高度，然后下去计算去CNC出来的。我看你脸里面整个机构都全部都是洗出来的。没错，整个洗出来的。还有那个橘色的自备架，我也觉得很漂亮，配的刚刚好颜色。那个是日规的选配 ，Honda Access 的。哦，它可以选，它其实不只是自备的，它前面有置物，对不对？对，置物的功能在。对对对，还有这个。门板的也是，这个可以看得到。哦，这个门板就是买一个 FN2 的后座，后座，然后把它的布弄下来，然后编上去。所以没有色差，没有色差。然后编织纹也一模一样。对对对对对。又来了，这个后座也是，对不对？对，后座。等一下，后座你也跟我讲是很有玄机的东西。这个是 Fit 原厂的椅子。对 ，Fit 原厂椅子，然后把 FN2 的皮又拔掉。拔掉这个、啊、后座的皮啊。后座的皮啊，那你到底买了几个后座啊？买了两个后座，所以你门板是一个后座，对对对对对，后座是一个后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拔那个中间我们看得到的位置，对，就拔那个红色的部分来编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安全带是红的，对，不是台规的嘛？不是不是不是。哦，还有一个这个黑棚，这个是黑色的顶棚，这也是日规的，日规的，这个不是台湾自己去改的哦，这个是。正的日规的，正日规 RS 的黑棚，对，日规 RS 的黑棚。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从后面看，拉杆对不对？这个是吸住一只，对，然后下面又一只，对，没错。我看它都是没有破孔，就是照原本的位置，对不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的内装的 B 柱的下面又一只，三只嘛，对不对？没错。哦，它是一套这样卖还是？我是一起买啦。哦，一起买。对 ，OK。那个看不到的地方。引擎室的下面还有一只啊！哎，等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大家拍不拍得到？好，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室。这拉杆是 JS 类型 ，JS 的拉杆可以看得到，这也是不用破啊，不用破，对啊，都是原本的位置嘛，没错。然后原厂的引擎，有 Spoon 的引擎盖，这个地方还有它的签名，对不对？对对对对，这是制作人的签名吗？还是？这个是四鸠树的签名、哦，就是 Spoon 陶哥啊，对，是社长的签名，社长的签名哦。那这是之后才签上去的，对不对？对，没错，七笔再签上去，没错没错。OK， 然后都是整个都是圆的，对，好，这个是引擎式拉杆在那边，哦，看得到啊，我看得到下拉那个下拉下拉，对，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扣一下，这个下面看得到金色的，对，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走线 ，Fit 的那个三环表的走线，对不对？对，走跟着原厂的位置在。没错。最后再问一下 ，Fit 的族群是不是比较年轻？Fit 的族群哦，就是都比较年轻。对。然后像我们这种老人哦，应该没几台啦。老人应该没几台啦。玩情怀啊，玩情怀。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发现很多年轻族群就是也看不懂。他已经不是我们以前在玩 Civic 那个，完全不是那个族群，是一个全新的族群。哦，是哦，对，哦，所以没有延续我们以前玩 Civic 的那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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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能够募集更多的年轻人来玩呐、啊。接下来还会再升级啊？没有了。接下来应该暂时不会了。哦，终于满足，终于满足。对对对对对。OK， 好好好好，那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拜拜。